讲，我最中意嘅人物就系圣诞老人，佢每年都会送礼物俾我，佢会每年都会收到我个妈咪嗰个同埋我个爸爸嗰个 phone call， 佢每年都会 deliver 啲礼物俾我，收完个事跟住我会写封信俾佢，写住圣诞老人，你要减肥啦，多谢。我系小猪猪。